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三場賽事四班千二的短途賽，十一大四起大熱啊！好，一開閘前面快的馬八心之友啦，咁啊中間標標淺藍衫大四起，內欄第四位啡色衫金飯碗啊，中間啊盡開眼啦，外邊黃眼罩就幸運馬王啦，馬林中間咧仲有外邊醒目快區啊，咁啊後邊嗰五匹馬爪王轟天啦，喝彩啦，尾三內欄青年軍，咁啊再後邊咧仲有呢只執到笑啦，同埋黃眼罩咧留緊嗰只咧就魅力之友嚟，魅力之子嚟噶，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，前面大四起放到出嚟跑噶啦，又大隻啊只馬，跟住第二位就係呢只八。心之友啊，内栏第三贴到栏添，标标啊，外边第四有幸运马王啊，中档第五位尽开颜，内栏第六啡色衫仲有金饭碗，外边醒目快区啦，尾五咧就喝彩，后边四只青年军、爪王轰天，尾二执到笑就拍住黄眼罩嘅魅力之子啊，好啦，入直路，前面大四起占先，标标咧就逐步咬上嚟，移出去二搭噶啦，中档仲有八心之友追，响埋边金饭碗，外边啊尽开颜，斗到嚟最后百零米，大四起。依然佔先一個身位，標標響第二位，埋邊金飯碗，出邊盡開顏，接近終點，大四起贏啊！跑第二名標標，第三名盡開顏，第四名咧就是、金飯碗。結果呢場賽事都係主動少少啲馬跑得好啊！大四起結果擺咗喺前面咧，就一放到底啦，大熱門嚟嘅二點四倍啊！標標一路黐住條欄就係跟住佢跑啦，仲有內欄啊，九號嘅金飯碗，稍稍蝕少少咧，跑第三就係嗰只盡開顏，第五都喝彩啦！好，食返铺啦，十一号大四起啊，大热门胜出莫雷拉，最后 2.4 倍啊，跑第二名五号嘅标标，骑师史卓峰，第三名啊三号进开颜啊田泰安，而第四名咧系九号金饭碗，沈娜一放到底啊，呢只大四起啊，黐一条栏，莫雷拉咁啊，今晚拍住阿摩三匹啦，先赢咗呢匹，咁莫雷拉今晚都赢翻场啦，第一场嘅头马。三紧一叫嘅派彩胜出嘅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4.5。啊，咁啊，打开城门啊，呢只大四喜啊。嗯。临尾啲飞数啊，认真劲啊，得翻24蚊。我出闸只标标啊，拖拖咁啊，俾佢埋咗栏，咪更加好跑啦。嗯。非常正路的賽果啦，咁所以連贏位都好熱啊，48蚊 Q， 呢波唔係大四起啊，但係都食咗先啦、因為季尾都好多馬都跑到好攰啊，咁啊結果擺前嘅時候都係點都有啲著數啊，係啊，特別谷草啦，係啦，三歲馬嚟啊都係啊，四連環叫嘅派彩，三號、五號、九號、十一號派85蚊。
今日四重彩，11号、5号、3号、9号顺序，睇1254蚊。莫雷拉翻嚟福榜啦，呢一场就搭住阿何良啊，穿条 Q。头先啊跑何良嗰只有第二啊，喜欢型。好啦，巡逻影片其实都系一场比较平淡啲嘅赛事啦吓，放得慢嘅。起步啦，咁啊嗰只执到笑啊慢咗啲啦，前面位置嘅标标出咗嚟快闸啦，快过入边嘅金饭碗，咁啊出边大四喜都逐步埋紧嚟啦，中间黑宝咧红袖嗰只就八心之友啦，最出边就幸运马王啊望空咗，中间位置就系骏开颜啦，贴栏位置见到金饭碗啦，另外一只有啲抢口嘅就系醒目快驱啊，后边嗰五只啦，喝彩咁啊找王光天啦，魅力之子执到笑同埋青年军。我头段真系冇咩马大力抢噶，咁所以第一段咧都比标准慢咗半秒咁滞嘅。咁啊，依度啊，连嗰只八心之友杀咗埋嚟二叠咧，都揿翻慢啦。咁啊，变上莫雷拉单骑领放冇马烧，咁啊都赢得几轻松嘅。咁啊，标标亦都咬住黄金包双位，我步速唔快啦，所以后边追嗰堆咧就较为系亏少少嘅。其实最后嗰扎都冇咩点样变位啊！爪王光天都喺外边啊，紫色头罩匹，顺开颜咁啊，步速比较慢啦，扑上嚟都为时已晚啦。好啦，福榜完毕，派彩都作实噶啦。位置 Q 派彩五搭十一派24蚊，三搭十一派25.5，三搭五派35蚊。三紧一派彩胜出的是 A1 隔夜热门派14.5，四连环派彩3号、5号、9号、11号派85蚊，四重彩11号、5号、3号、9号顺序派1254蚊。孖宝派彩头关4号、尾关11号派129.5，头关4号、尾关5号派32蚊。同埋分段时间，头段24秒34，第二段22秒92，末段22秒78，赛事时间1分10秒04。